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为什么都说团战可以输，鲁班必于死？本君面膜就用亲身经历告诉你，国父关羽也有被鲁班迫害的一天。一骑对线四公阵，面膜提前来到草丛准备先发制人，可是刚劈出去发现鬼谷子也在，赶紧撤退。溜了。飞过来把我炸死了。前期这波掉点导致少吃一波兵线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四公阵强眼上四，自己却没办法升到四级。于是面膜来到中路蹭波兵线，顺便还能带走对面。惊喜！真他娘的巨屌！天不炸都要出来，哎呀我操，他妈刚好他跳了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没有被动，你这不是在送吗？欠打啊！你他妈的是不是找死？他妈的堵我是不是？虽然面膜还在嘎嘎乱杀，但队友却在下路一直送，并且接下来鲁班这波操作成了面膜一生的痛。他妈好漏啊，我他妈还以为他很脆。Hello, it's me. 两侧都死于卤蛋的炮下。八分钟看到队友又在下路被开，面膜赶紧绕后支援，却在转角遇到异星，又看到鲁班紧随其后，只能被迫选择撤退。哇操，妈的暴击，这狗贼太肥了，这狗贼7300经济。这样子只有我能去开这卤蛋，我们家小明是个小明辅助。10分钟，面膜下路带线被对面包抄，鬼谷子奔狼一开，关羽无处可逃。他妈的好痛啊！他妈的！青龙偃月，行徐如林。操！这我怎么切呀？他妈的！
对吧，打的野菜，其他路也不太行，乱世之中阵容也不太好，